是他的那个简章上面有写到说以环保为主，就是为主，然后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常常收到礼物就会把就是礼物盒就是丢掉，然后比较重视里面的东西，那就希望说就做起来的方形，然后这样开的，然后他的东西就可以放里面，然后放在桌上给他的装饰，然后就是顺便就在消费者使用的时候就顺便宣传他这个品牌，就是帮品牌做广告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可能要注意一下，你可能还要画一个，要加一个图示。你的打开，对，打开以后装的那个，怎么拿出来？它是怎么装的？谁放在最前面？谁放在中间？还是谁放在旁边？这个你要模拟，因为这个会有一个很重要，因为它打开来，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让最大的把其他小的全部挡住。懂意思没有？通常那个最大的可能会放中间，然后小的在旁边围绕，或者是最大的是在最后面，小的在前面。所以这个摆的那个位置，你要稍微要注意一下，而且拿出来怎么拿？所以那个图可能要画的更细致，那个展开力度，那个力度，让别人比较清楚哦。原来它下面还有一个，那或者是说你另外在旁边再加一个，是它挪出来以后，所以它里面的结构性变动算是通，是这样子拿出来，还是说移出来？那它老是移出来的话，是怎么跟背后那个扣在一起？或者是粘合在一起？这个要。